有的是 CJ Wilson 流行精品促销哦，那就是 Stella 的首饰特组，时尚搭配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就是它了。是的，没错，这个套组哦，设计新颖，做工精致，而且呢是韩国设计与制造的 18K 双层电镀的材质，再结合呢这个纯丝滑洛氏级水晶还有珠连钻。你没有看错，里面包含了纯丝滑洛氏级水晶。首先有的是套组一 Infiniti 永恒之星的白金款，有的是项链一条，再加耳环，然后额外再送给你苏连钻的这个悬挂耳饰，高级的护理布以及精美的首饰盒。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玫瑰金的款式，两个颜色都很漂亮。是的，没错。再来一个套组呢，就是 Petit Ruban 白金款哦，也是项链还有耳环，我们再送给你呢一套这个 My Heart 苏连钻项链，还有耳环套组一个，还有一个高级护理布、精美首饰盒。是的，最主要是立马抢购你喜欢的款式吧，因为之前你有看过我们 CJ Wilson 的节目，你都知道 Stella 都是的售价是199令吉，但是今天哦只需要159令吉而已，所以有看到的话呢，你绝对一定要赶快把它给抢购回家。精彩天天旺，大家好，我是星星。大家好，我是 Melissa 心怡。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我们两个怎么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淑女呢？我跟你说，只要女人懂得打扮好自己，然后呢放一点首饰去点缀一下自己，你瞬间也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女神。是不是每一次呢都会很羡慕人家，哎呦她穿衣服好好看哦，哎呦她好会搭配哦，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给你的这个首饰套组有三个款式啊，三个款式都很漂亮，你一定要把它给带回家。最主要是之前的售价199令吉哈，今天不用159令吉就可以搞定了。是的，没错，今天可以介绍给大家呢这三个套组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因为呢它的设计一个就是好像流星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这个蝴蝶结一样，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出到去外面哦，想要买这个首饰啊饰品，一它的设计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喜欢的，然后呢第二可能它的价钱很昂贵，所以今天呢这个设计啊还有这个价钱啊都是非常的到位的。是的，你现在刚刚看到的呢就是我们 Infiniti 永恒之星，然后再加上耳环的套组，有白金款以及玫瑰金的款式。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呢就是 Petit Ruban， 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蝴蝶结的一个款式，有的就是一套哦项链再加耳环，额外再送给你多一套的这个项链再加耳环呢。是的，总共呢只需要159令吉哦，所以呢三个套组任你去选择，你喜欢什么款式啊，喜欢什么颜色，你都可以选择把它带回家。记得哦，今天是我们首一次哦 Stella 159令吉就让大家带回很精美的这个首饰。然后呢再来，其实你知道吗， Stella 它是180韩国制造的，所以呢无论是那个质量啊或者是那个设计都是非常引领这个时尚的。没错，那当然今天大家首先你看到的就是159令吉，我到底可以带回去什么，怎么三组的项链看起来都那么的漂亮。来，现在我们要一一为您介绍。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个 Shooting Star Infinity 永恒之星，那我手上拿着的就是项链款式哈，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着的是白金款，有没有看得到？ Oh my god，哇，好闪亮，你看到吗？ Shooting Star 的感觉，那个闪闪发光的第一颗，最大颗的那一颗，它就是纯丝滑洛氏级水晶来的，所以呢给你的就是呢高质量的一个水晶，你看到吗？哇，就连后面的五颗苏连钻也都是闪闪发光的，你看到吗？是，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大到小的一个设计，它的整个戴起来的一个感觉就是可以让你的脖子整个立马变得修长起来，而且最主要是很贴心哦，我们有的是双层电镀的一个链嘛，对不对？然后呢双层电镀的链之余，我们还很贴心给你5cm 长的一个调节链，所以你看，如果你要放在呢我们的这个锁骨链的话，你就把它给弄短一点点，如果呢你要再把它给长一点到胸口的话呢，你就把它延长到我们的最后一格下去就可以啦。
哦，原来那么方便哦，而且它的设计款呢、啊，真的是很好看哦。对对对，然后刚刚啊，星星就一直讲说纯施华洛诗漆哦，然后呢，是不是真的是纯施华洛诗漆的水晶呢？你们没有看错，是真的闪闪发亮的纯施华洛诗漆水晶，就连啊它的这个耳环的部分呢，也有纯施华洛诗漆水晶哦。没错，你看它耳环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没错，我们买一对耳环就只能死死戴着一个 button 而已，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你看星星的这里，我放着两条，另外一边我单戴。哎，为什么它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就是因为哦，我们的这个耳环的这里哈、哦，你有没有看得到？嗯啊，它上面的这颗大颗的，就是我们纯施华洛世奇水晶，然后小颗的这个是苏联钻，但是你可以配合我们今天送给你的另外一个这个吊坠。你可以这样子分别一边戴一条我们的悬挂式的一个耳饰之余，你也可以把两条通通都放来同一边，就是有那种不对称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在摇头啦、点头的时候啊，甚至摆动你的头的时候呢，它都有这样就是闪闪发光的一个感觉哦。啊，这就是那种韩国现在最流行的，对不对？你可以自由去选择说你今天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款式，而且呢，今天呢介绍的不只是我们的白金系列哦、连我们的玫瑰金也是非常好看的。是的，没错。如果呢你家里有缺一条玫瑰金项链的话呢，来，我跟你说，推荐你们，强力推荐你们赶快把 Infiniti 永恒之星给带回家。是的，没错。而且今天呢三个套组、第三个套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Stella 的这个 Petit Ruban。 Petit Ruban 呢就是象征这个小蝴蝶结的意思。那每次我们出到去外面、看那个手首饰店啊，我们第一会看什么？我们会看那种蝴蝶结的那个图案，对不对？对、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一个，它下面这里呢是有一点吊坠式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纯施华洛诗漆水晶。然后它上面呢、是的，它上面呢就有一个小蝴蝶结的这个感觉。然后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苏联钻，而且这里呢这个也是 18K 的这个镀白金哦，所以穿上去不会有什么皮肤敏感啊这样子之类的。所以你看我这样摇摇一下，它是有那种吊吊式的感觉。我们平时在外面哦，就是想说我们去晚宴就需要这种又亮然后又会有一种吊吊式的感觉的项链，而且今天呢也是和我们的这个耳环一起一个配套要给大家的，真的很漂亮哎、它的设计就很有那种少女心的一个感觉。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除了可以把这一 set 项链跟耳环带回去之余，有看到吗？我们还要额外哦，你买套组三的话是额外再给你多一 set 项链跟耳环哎。是的，没错。那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嘛，耳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提醒？因为在外面如果你买项链而已呢，可能你配套的耳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那么大颗的。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Petit Ruban 呢，它连耳环哦都是和项链一模一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纯施华洛诗漆水晶，是一个套组哦，159令吉而已。而且今天呢你买这个 Petit Ruban 的套组哦，我们还要送给你呢另外一个这个 My Heart 的系列的。是的， My Heart 的系列也是很漂亮哦，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现在带回去的是一个白金块嘛 ？My Heart 系列呢？你看是直接是玫瑰金哎！哎，真的，而且呢，我很喜欢这一条，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买项链哦，不只是妈妈想要买给女儿，对不对？这一款呢就非常适合，因为它就是这个心形图案的，有没有看到？然后呢，下面这一颗闪亮亮的，就是我们的苏联钻哦。然后呢，它的长度也是和我们的这个 Infiniti 的款式一样的，它是可调节式的。所以今天你想说你的女儿想说，哎，我想要做韩国明星，要锁骨链的话，你就可以放到这里来。如果呢想要长一点的话，你又可以自由的调节，非常好看的。那这一套呢，我们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哦。所以只要你买这个 Petit Ruban 的话呢，这一套 My Heart 的苏联钻项链还有耳环套组系列，就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啦。是的，我们有三个款式。那当然这三个款式不管你选择任何一个款式都是非常值得的。为什么？我试问一下你，你在外面呢随便你去逛街的时候买一条项链，也许一条项链就已经要上百令吉了，也许一对耳环就已经要上百令吉了。对，没错。但是今天
one set 只需要159令吉，还不止，还给你两年的 warranty 耶。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两年的 warranty 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品质保证。你看，给你 18K 的镀金的褪色，如果你发现哦，两年内呢，你的这个链哦，有点褪色的一个问题的话，你给回我们，我们会帮你保家。再来，水晶脱落也是有保家，苏连钻脱落也是有保家，真的，你在外面市场上绝对找不到，也只有 Stella 敢做给你。是的，没错，所以哦，有三个套组供你们选择，喜欢哪一套就买回去，而且是品质保证的这个首饰品哦，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来把它给带回家吧。流行精品促销哦，带给你的就是 Stella 的首饰套组，时尚搭配中不可或缺的单品就是它了，一共有三个款式，你看好好啊。哇，设计新颖，做工精致哦，180是韩国设计与制造，而且呢有 100K 双层电镀的材质，再来它是结合纯丝滑落石晴的水晶，还有舒连钻的。你真的没有看错，里面有的就是纯丝滑落石晴水晶，来套组一，有的是 Infiniti 永恒之星的白金款，你可以带回去一条项链，再加一个耳环，以及苏连钻的这个悬挂耳饰，高级护理布以及精美的首饰盒，这是套组一啊。你可以选择套组二，也就是玫瑰金的 Infinity 永恒之星款式。是的，再来呢，套组三哦，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的白金款，就是小蝴蝶结的这个概念啦。项链还有耳环呢，一个套组，再给你另外一个套组，就是 My Heart 苏连钻的项链还有耳环套组，高级护理布。精美首饰盒是要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最主要是要赶快立马抢购你喜欢的款式，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所以才会从之前的售价199令吉，现在直接再帮你下杀，再帮你省钱，只需要159令吉。哇，太划算了，所以赶快下载我们的手机哦，首饰购物还可以获得5%的哇购物积分，代表说呢有8令吉用于下一次的这个购物哦。没错，你也可以选择使用电子钱包来付费啊，不管是 GrabPay 啊 Boost 啊，或者是他选购 eWallet， 通通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进行付费的动作。电话占线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JOSHO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ndle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哇哦！有收看我们 CJO Show 电视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饰品哦，最当道的就是 Stella 这个品牌。你要知道哦 ，Stella 这个品牌哦，它是180% handmade。然后是 made in Korea，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哎呦，怎么他们的这些饰品哦，看起来就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有韩风，然后设计也非常的耐看。是真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的呢，就有两款哦。第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永恒之星 Infinity 的这个系列，它看起来呢，就是好像这个流星雨一样。而且呢，看到吗？我们这个模特的耳朵上面那个吊饰品，我们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哦。所以呢，今天你想说，哎，我想要。只是戴我的全丝滑落石晴水晶在耳朵也可以，你想要放下这个吊饰呢也可以，你自己啊自由的去搭配。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啊很漂亮，你看到吗？就好像 shooting star 流星这样大中小，好像瞬间从空中滑过的那一刹那，然后你赶快许愿，对不对？你现在可以把它戴在你的脖子上，哎，就代表说你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顺遂的，而且最主要你知道吗？你把这个 shooting star，也就是我们的永恒之星送给你爱的人的话，哎，他每天戴在身上的话，就会想说，哇，原来我心爱的
每一天都一直待在我的身旁，然后呢，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他在身旁给我加油，给我鼓励。真的，我觉得啊，首饰品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想说一年里面呢，我们都有什么情人节啦，然后生日啦，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你买了这款永恒之星哦，你呢这个女朋友啊，你的老婆就可以像星星一样，每一天呢都换不一样的这个耳环的方式，都带不一样的款式来给你这个 surprise。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了，因为呢它就是完全不单调，你也不会觉得哎呀很闷，我今天就死死带一堆耳环出门而已咯。没有喂，你今天带你可以看，你可以侧边带，就是两条的这个悬挂的耳坠，对啊，那个吊坠放在一起，或者是呢你单带带呢不对称的一个方式也可以。我跟你说真的很漂亮，而且为什么要有悬挂耳坠了，你看 Melissa 两个耳洞的话，你这样子戴起来也很漂亮。我跟你说有这个悬挂的吊饰哦，吊在你耳朵的话呢，就是让你整个脸型看起来更加的修长，可以修掉我们的那个呢脸大的那个问题。真的，很多时候哦，很多妈妈们啊或者是女人们都不晓得说，我们常常讲我们要买衣服，我们要买包包，要买鞋子，但是其实首饰品啊，这个饰品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买了一款是百搭的，然后呢又闪闪发亮的，我告诉你，你走到外面去哦，大家的那个眼睛都一直往你身上去看。那女生好有气质哦，真的，哇，怎么那个女生可以那么的仙气啊？那你一定要选中对的一个饰品，才可以呢让你自己加分的哈。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哦，首先的第一款就是 Infiniti 的永恒之星，它带给大家就是非常熟女，然后呢非常有气质的一个感觉。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套组，也就是套组三啦。套组三呢，有的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也就是白金款。你看，女生们每次去挑链，还是男生们每次去挑链，第一个印象一定会是一条那种小啾啾、小 Ribbon 的。是，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对，但是这个就是永恒不败款。是，没错。而且呢，这个 Petit Ruban 哦，它就是小蝴蝶结的这个意思。而且呢，靠吗？它的这个做工非常精美哦，它下面那一粒哦，就是我们的全丝滑落丝绮，好大一个。是，你戴上去哦，它有一种那种好像星星在闪烁的那一个感觉，其实，所以我觉得哦，你穿上了这一款，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你就算是好像星星这样啊，要去工作，要穿一下一些饰品的话呢，这一款啊就非常的适合你了。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项链跟耳环那个吊坠的大小是一模一样 size 哈？我们没有说我们给你的耳环我们就缩小一个 size， 然后那个纯丝滑若是清水晶给你小颗一点。没有哈，我们是照样一个 size 给你的啊，而且更夸张的是，买一个 Petit Ruban， 我们还要额外再给你这一个 My Heart 的这个项链以及耳环套组，也就是说，我们的套组三是有两 set 项链是的，没错。那我跟你说，这件饰品都非常好看，对不对？来，我们听清楚啦，今天呢有三个不一样的套组，那第一个套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永恒之星。白金款哦，就是我们的项链啊还有耳环是一个套组的啊，然后呢我们会送给你一个这个吊饰，然后呢高级护理布，还有我们的这个精美盒，这个就是我们的套组一。是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套组二，也就是我们 Rose Gold 玫瑰金的款式，同样的有一条项链，然后再加一个一对耳环，以及我们的这个精美的饰品盒、高级的护理布，以及我们精美的一个耳坠吊饰啦。那这就是套组二，选好好。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套组三，套组三呢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这个呢就是有一种买一送一的概念哦，因为哦你买这个 Petit Ruban 的项链还有耳环一个套组呢，我们另外再送给你 My Heart 系列的这个舒联钻项链还有耳环，所以这个就是套组三啦。没错，而且重点是价格，之前的售价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199令吉，对不对？但是只有现在 right now， 你看到我跟 Melissa 的话啊，直接以159令吉，三个款式随便选一个款式，或者是三个款式都带回家，你肯定是赚到的。当然，怎么抢购呢？很简单，一你可以选择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看到吗？电视的画面上，那就是 CJ Wow Show， 赶快去下载。然后你上网抢购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哦。
戏剧汪秀流行精品促销哦，有的是 Stella 的首饰套组，时髦的搭配中不可或缺的单品就是它，而且有三个款式都很漂亮。是的，没错，设计新颖，做工精致，韩国设计与制造的，而且给你的是 18K 双层电镀的材质。再来呢，还有全施化洛氏吸水晶，还有舒莲钻。再来的就是什么套组一，请看好，那就是 Infiniti 永恒之星白金款。你带回去的是一条项链，再加一个耳环，还有苏联钻的悬挂耳饰、高级护理布以及精美首饰盒。是的，那套组二呢，也是我们的 Infiniti 永恒之星，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玫瑰金款哦，一样呢，项链还有耳环还要送给你那些赠品的。是的，套组三有的就是白金款，你呢可以把我们 Petit Ruban 的这个套组项链加耳环带回家，至于额外再送给你啊，多一 set My Heart 的这个耳环加项链套组、高级护理布以及我们的精美首饰盒。是的，那立马抢购您喜欢的款式哦，因为呢这个精品首饰套组啊，之前的售价是要199令吉，不过今天一套只需要159令吉而已。哇哦，赶快让自己闪闪发亮，赶快抢购吧。就是要好好的疼爱自己，不要以为哦，你嫁了还是生了孩子哦，只可以待在厨房里面成为黄脸婆，每天煮饭啊、洗衣啊、扫地的。跟你说，老公还是非常期待你可以好好的打扮，然后放上你自己心爱的一个可以算是饰品，跟着他拉着他的手出去拍拖。有多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是，很久，对不对？有多久没有买饰品给自己了？为什么？一很贵，二找不到心头爱。来，今天看一下星星身上的这条是不是很漂亮？它叫做Shooting Star， 然后 Shooting Star 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它简单到来非常的耐看，而且里面它还包含了纯施华洛氏吸水晶。哇、wow， 欸，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象征啊一个很浪漫的这个感觉。而且今天呢，不只是一套哦，我们还要介绍给大家另外两套的，总共三套。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金款的永恒之星；第二个就是玫瑰金款的永恒之星；那第三个呢，就是 Petit Ruban 的这个款式。那每一个这个套组哦，都是项链还有耳环一起要给大家的，而且只需要159令吉。你在外面哦，很多时候我们讲说经过那个施华洛世奇的那个店，对不对？有时候都不敢走进去，因为靠那个价钱就有一点，我好害怕哦，看到好像很贵一样。不过今天啊，永恒之星还有我们的 Petit Ruban 呢，都有我们的这个纯施华洛世奇的哦。是的，没错。而且你现在呢，我就要给大家好好的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款式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漂亮。来，请看好好，不要眨眼 ，OK？ 首先要推荐给你的就是第一款，它呢叫做呢 Infiniti 永恒之星，然后它是属于白金款的，你看到吗？哎呦，灯光的照耀之下，亮的嘞，代表说什么？我平常把它给带出门的时候，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哇，我的这个水晶可是会闪到别人的眼睛的哦。是的。试问一下，159令吉，你去哪里找这样闪闪生辉的这个水晶以及苏联钻的，对不对？是。这个这一颗最大颗的这一颗最值钱，因为它叫做纯施华洛世奇水晶 Swarovski 的这个水晶。嗯。前面的这五颗都是我们苏联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很喜欢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大到小，好像 shooting star 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从天空这样子滑过的一个感觉，哎，赶快许愿许愿，那这就是我们要带给你的那一种感觉了。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的链子哈，还是双层电镀的一个链子，所以呢，你不用怕说你会敏感啦，还是有镍的一个成分啊，戴了会痒痒红红的啊，对对，没错，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且很贴心，你要把它戴成锁骨链，可以变成锁骨链；你要把它变成呢戴在我们的胸前链的话，也可以，因为还有长达5cm 的一个调节链在这里。是的，那我跟你说，这个款式呢很特别，因为我们在外面有时候买饰品哦，可能就只有那一粒的这个闪闪发亮的这个水晶哦。那今天呢，它是以一个
那个流星的感觉，所以呢是有很多颗的这个水晶闪闪发亮连在一起。而且再次强调哦，18K 的这个电镀是什么呢？就是哦，有时候我们戴在我们的颈项的时候会觉得，哎，为什么会红肿的？就是可能啊，你的那个饰品的这个质感哦比较不好。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呢，就是啊，不只是有一个很好的18K 电镀的这个项链，还有耳环也是一起来的哦。没错，你来看一下，我们耳环呢也是同样的，就是包含在我们的套组里面。有项链的话，一定要有耳环，而且耳环上面呢、最大颗的这一颗啊，也是纯是华若石奇水晶来的哈。最主要是我们今天很贴心哎，有没有发现到哇？这个吊坠怎么可以那么的漂亮，而且整个戴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气质。我们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 balancing， 就是非常的平衡的这样子戴左右各一边，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像星星现在戴着的一个方式。这一边我没有把这个吊坠给放上，但是我把我的吊坠呢放在我的另外一边，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设计，对不对？女生都爱新鲜感，所以呢，你有了这个吊坠哈，你今天可以自由的选择说你想要戴在一边呢、两边呢、又或者是不戴都可以的。那当然，星星现在戴着的就是我们的 rose gold， 也就是玫瑰金的一个颜色。整个戴起来有没有发现到哇？你整个皮肤、好像会提亮一阶的感觉，而且玫瑰金有的就是那种很少女风的那种梦幻感。如果你家里就缺一条玫瑰金的颜色的这个项链的话，赶快把我们今天的 Infiniti， 也就是我们永恒之星的项链套组把它给带回家。是的，那今天呢就有三个不一样的套组嘛，对不对？刚刚星星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玫瑰金款的这个永恒之星，然后呢还有白金款的永恒之星。那再来多一款呢，也是来自 Stella 的，就是我手上现在握着的这一条 Petit Ruban白金款哦。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哦，上面是有一个小蝴蝶结的哈，然后呢它上面这个蝴蝶结都有镶了这个珠帘钻，非常的闪闪发亮的，有没有？再来呢，它下面这一粒最大粒的就是我们的 Swarovski， 就是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哦，所以它也是闪闪发亮，有一点吊吊式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啦，是小蝴蝶的这个感觉哦。而且它是非常立体的，你有没有发现到？最主要是我们今天给你的是一条项链，之余上面的那个耳环也是跟它一样大小的 size。我跟你说，这个就是重点了。我们在外面买哦，有时候我买的那个项链它是很大力的，但是呢，可能耳环就是小小一颗，然后可能跟那个项链是不衬的，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是衬好一个套组给你，也是一样哦。它的耳环呢，上面有这根可爱的小蝴蝶结，然后呢，下面这个吊坠，看到吗？它在闪闪发亮，这个就是我们的纯施华洛世奇啦。它是跟我们的项链哦一样大小的哦，一个套组只需要159令吉而已。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跟你说，今天哦，如果呢你要抢购我们的这项链套组的话呢，星星跟 Melissa 我们私心推荐你买刚刚的那个Petit Ruban 的套组，你知道为什么吗？买一条项链再加耳环，额外再送给你多一 set 项链再加耳环，是真的。所以今天呢，你不需要再烦恼说，哎，我今天想要戴这个玫瑰金的，可以。我跟你说真的可以，因为你买了 Petit Ruban， 它是白金款嘛，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个 My Heart 系列的呢珠帘钻项链，它就是我们的玫瑰金款式的，而且是一个小小个心形的图案。女生们就是很爱这种心形的项链，有没有？而且它下面这个珠帘钻呢也是一样是闪闪发亮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它很贴心，它的这个项链哦是可调节式的哦，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戴一个锁骨项链的话，你可以调上来，如果要长一点也可以调下去。那这一条哦是你买 Petit Ruban， 我们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哦。是的，而且不只送项链而已哈，连耳环也一并送给你。而且你看到吗？那个 logo 哈也是一样大小的，所以各位朋友，你真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也只需要159令吉而已。是的，你带回家的哈，可是里面有包含了纯施华洛世奇水晶。那谁不想要获得纯施华洛世奇水晶？很多人都想要，但是我没有那笔钱去购买纯施华洛世奇水晶。你看到吗？它就这样子闪闪发亮的，
戴在我们身上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好看。最主要是价格更加的好看，因为只需要159令吉，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苏联钻，甚至是我们的纯施华洛世奇水晶，可以带回家哟。哇，我跟你说哦，不只是把纯施华洛世奇水晶也带回家，今天 Stella 呢，就是这个韩国设计制造，然后呢，它也是这个品质保证的嘛。再来呢，它是给你2年的原厂保证期耶，包括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18K 镀金啊，它褪色了，再来就是可能你的纯施华洛世奇啊脱落了，还是苏联钻脱落的，不用担心，直接呢找 Stella 他们啊都会帮你去整修。这个2年哈、哦，就是证明说他们是品质保证的饰品啦。是的，再一次强调今天的套组到底有些什么。来，第一个款式就是我们的这个 Infiniti 永恒之星的白金款，你带回去的有的是项链以及耳环的套组，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同样的 Infiniti 的这个永恒之星的款式，但是你选择的是我们的玫瑰金的款式。 Alright， 你可以任选一个，这个是套组一，这个是套组二。是的，再来呢就是我手上握着的套组三。那套组三呢，就是有一个我手上的这个 Petit Ruban， 然后呢会送给大家一套这个 My Heart 系列的哦。那所以呢，我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哦，然后呢会送你一套 My Heart 系列的项链还有耳环套组，总共呢每一个套组只需要159令吉而已。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啦，史上无敌，只有这一次159令吉，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 来抢购吧。带给你流行精品促销，那就是 Stella 的首饰套组，有3个不一样的款式，时髦搭配中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单品。是的，而且呢设计很新颖哦，做工又非常的精致，韩国设计，韩国制造，18K 双层电镀的材质，再来还给你全施华洛世奇水晶，还有苏联钻。没错，套组一有的就是 Infiniti 永恒之星白金款，你带回去的就是呢一条项链再加耳环，还有的是苏联钻的悬挂耳饰、高级护理布以及精美的首饰盒。是的，那第二个套组呢是我们永恒之星的这个玫瑰金款，带回去的也是项链还有耳环套组，再来给你一个苏联钻的悬挂耳饰、高级护理布，还有一个精美的礼盒。是的，套组三有的就是 Petit Ruban 的这个白金款的项链再加耳环，额外哦再送给你 My Heart 的这个玫瑰金的项链再加耳环套组，哎，还有高级护理布以及精美的首饰盒。哇，太划算了，所以啊赶快抢购你喜欢的款式哦，因为呢今天我们是首次哦159令吉就可以把那么精美的首饰给带回家。赶快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吧，因为上网抢购的话呢你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网购积分，下次买东西啊又可以 discount 8令吉那么多。是的，而且呢你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购买的话，还可以用这个电子钱包来付费哦， Grab Pay Boost 再抢购 eWallet 都可以，所以赶快抢购吧。电话占线中，不别担心，只要下载 CJ Wow Show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哇哦！选择饰品的时候哦，真的一很看心情，二很看 design。今天我希望你的心情是美的 ，OK？ 再来，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款式肯定是漂亮的，因为呢，你一看上去的时候，它就带给你一种哇，好仙气哦，哇，好优雅哦，哇，是韩国美眉吧？
你看到吗？当有人对你的印象是这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散发出来的那个魅力，再加那个自信，肯定是爆棚的。是，没错。而且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出道去的时候会想，哎，为什么好像脖子啊，还有耳朵呢，上面空空的，然后那个气质好像出不来一样。我跟你说，你带了一套这个首饰出门哦，你整个的气质啊、气场啊，也会变得很高贵大方的。没错，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用那种穿金戴银、大金大 diamond， 这闪瞎了人的眼睛的那种感觉，不用。你只要一点点的那种点缀，好像画龙点睛那样的一个效果，你瞬间也可以把你自身的一个魅力给点缀出来。而且我跟你说，我今天其实自己本身我很喜欢这个 Infiniti 永恒之心，因为我觉得它的项链哦，就是大到小的那个设计哦，瞬间可以把你的脖子给整个好像拉长的感觉，所以你整个人看起来是很修长的。再来就是它耳环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耳环既然可以高达四种不一样的一个戴法，也就是说我买一set耳环回去哦，我朋友四天礼拜一到礼拜四看我，我的耳环都是不一样 style 的。哇，哎，这个我很贴心哎，因为女生就是贪新鲜嘛，对不对？是，每一天呢都想要换到这个不一样的首饰给大家看。所以哈，这一款永恒之星呢，今天星星戴的就是这个白金款式，那个吊坠呢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而我自己呢就是喜欢这个玫瑰金，因为我觉得呢玫瑰金现在最近都非常的流行，而且呢玫瑰金配上一些比较深色黝黑皮肤的，像我自己的话，它整个就会凸显出来，感觉就很修长身体的那个感觉了。而且我觉得戴起来就很有个性，是，对不对？真的，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你看两个耳洞的话，你就把一对耳环都戴在同一边啊，就很有那种女强人干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是，最主要是你一定要把一套哦，就是非常耐看的一个饰品带回家，因为有些时候哦，有些饰品啊，它的 design 啊，或者是它的整个气场不对的话，你常常穿不一样的衣服，你要一直换上换下很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我们今天推荐给你的这三款的这个饰品哦，都是百搭款，不管你要正式也好，你要 casual 休闲也好，还是你穿在家里戴都好，它都是可以永远戴在你的脖子上跟你耳朵上的。对，没错，星星，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重点了。今天三个款式呢，我们都是特地选给大家，因为呢想要大家选一个百搭的首饰。那这个呢就是这个 Petit Ruban， 它就是象征这个小蝴蝶结的意思，然后下面那一颗呢也是一个闪闪发亮的全施华洛施级水晶哦。这个呢我就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很多时候我穿单品就是单色的衣服，然后就想说哎，脖子好像空空的，那这一颗呢它又不会太小，然后呢它又不会太闪亮太大颗，但是呢放上去我的脖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女生好有气质。是的，而且别人也会称赞你，哇好有眼光哦，去哪里买到那么漂亮的一个饰品。而且你看它的那个 ribbon 哦，是 3D 有立体感觉的，不是那种硬邦邦死死的那种呢，就是看久了之后你会闷的那种感觉，不会哈。不管呢你要上班穿戴也好，你要休闲穿戴都可以。而且最主要是啊，你看戴在项链上的一个吊坠跟我们耳环上的一个吊坠那个 size 是一样的，因为每次我们在外面买的时候 OK 了不起你的这个项链的吊坠很大颗，是，但是换到耳环的时候它就缩小成本嘛，省钱嘛，就放小颗一点点的钻给你咯，还是小个的一个 size 给你咯。但是没有哈，我们是同样同 size 的，而且更夸张的是我们还要额外再给你多一 set 项链跟耳环，就是这款 My Heart 的项链加耳环。哎，这套我很喜欢，因为呢它就是那种韩国最流行的时尚项链，你知道吗？是，你还可以把它戴成是锁骨项链一样。那个 My Heart 的苏联钻系列呢，就是你买 Petit Ruban 的话我们是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的。哇，也就是说我用159令吉哈，如果我选择套组三的话哈，我可以获得两 set 饰品。哎，而且这两 set 饰品，我要白金我有白金，我要玫瑰金我有玫瑰金。是啊，聪明的人会算的人一定会赶快抢购我们套组三。是，没错。那今天哦，三款的这个套组呢，我跟星星都强力推荐大家买，因为一它百搭，第二呢它的品质是保证的，
第三，它的价钱真的只需要159令吉，你在外面哦是不会看到那么漂亮的首饰，只需要159令吉嘞。是的，重点是你带回去的饰品是 Made in Korea， 来自韩国180%纯手工的，而且还有更夸张，是给你2年的 warranty。如果你戴了之后你觉得哎有褪色的一个情况出现，或者是苏联钻掉了，或者是纯石华弱时期水晶掉了的话，我们都是免费帮你补钻，听好好了哈，所以不要再等啦，跟立马拨到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 来抢购吧。今天有3款非常漂亮的 Stella 首饰套组，重点是带给您是最促销的一个价格哈，时髦搭配中完全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就是它了。是的，而且有三个套组呢都是设计新颖，做工非常精致的。再来呢是韩国设计与制造，18K 双层电镀的材质，再来是结合全石华洛石青还有苏联钻哦。看好好，套组一有的是 Infiniti 永恒之星白金款，有一条项链再加一对耳环，额外再送给你哈苏联钻的悬挂耳饰、高级护理布以及精美的首饰盒。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套组二，也就是我们的玫瑰金的款式。是的没错，也是一样哦，要送那个礼品给大家的。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套组三，有 Petit Ruban 白金款，带回去的呢有项链还有耳环的套组，再来送给你另外一个套组 My Heart 苏联钻项链还有耳环、高级护理布一个，还有一个精美的首饰盒。没错，之前的售价有看我们 CJ Workshop 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Stella 都是需要199令吉，史上无敌，只有今天的这一次哈，你看159令吉而已，所以有抢到的话你一定是赚到的啦。159令吉啊，你如果呢要庆祝了，像生日也好啦，还是任何重要的一个节日都好啊，你带你的女朋友出去，159令吉吃完了就没有了，消化了。但是间159令吉，你带回项链回家的话，你可以看到你心爱的人天天都带着你送他的首饰。我跟你说，这个感觉是非常温馨的，你知道吗？是的没错，而且呢我们的项链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哦。是，那第一个套组呢就是介绍给大家这个永恒之星。永恒之星就是象征什么？一段爱情啊的这个很浪漫的这个永恒，而且是流星耶。是的，到底它的款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呢项链的部分有1、2、3、4、5、6颗钻连成一排，大到小，最大的那一颗呢就是我们0.6克拉的一个纯石华弱石期水晶。是，那当然上面的那个耳环呢也是有包含纯石华弱石期水晶的，它戴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有没有觉得好有气质哦？而且你整个脖子看起来是修长的，而且最重点是它简单到来，它又很大方。你看耳环之余配搭项链是一set的哈，看到吗？然后最主要我很喜欢的是 Estella 他们的链，他们每次给我们的链哦都是不含镍的一个成分，所以呢我不会呢怎样就戴到很像痒痒啊红红的一个感觉。最主要是这个套组有两个颜色哈，首先我现在戴着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玫瑰金的一个颜色，那当然还有 free gift 要给你，那个 free gift 你可以呢怎样拿来使用呢？请看一下我的耳朵你就知道了。 OK， 哇，就是上来你看我们的耳环呢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戴，所以呢它可以呢把两条直接这样子，好像悬挂式，有那种闪闪发亮，你摇头你点头
它都会有所动作，代表说什么？你都可以 grab 到人家的 attention。是的，没错。那第二个套组呢，也是我们的永恒之星，但是就是白金款的。是的，是。所以呢，你喜欢什么款式都可以自由选择。那第三个款式就是我现在在戴着的这个 Petit Ruban 的这个款式。那 Petit Ruban 呢，就是有一个小小个 3D 的小蝴蝶结，然后再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全施华洛世奇水晶啦。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蝴蝶结，它是 3D 的，立体的，看到吗？所以你戴上去哦，是非常的特别的。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套组给你的项链呢，还加我们这个耳环。耳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哦，大小哦，是跟我们的项链一模一样的，好闪哦。对，下面这颗也是这个施华洛世奇水晶哎。再来哦，你今天你买我们的这个 Petit Ruban 呢，我们还要送给你哦一个套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My Heart 系列的珠链钻。套组是项链还有耳环一起的嘞，而且这个哦，它是玫瑰金的，所以今天你穿了我们的 Petit Ruban 白金系列哦，你还可以穿我们的这个玫瑰金出门哎，可以自由选择，多方便哎！真的，如果会算的女人，甚至呢喜欢百搭的女生，一定会选择套组三的。为什么？你要白金有白金款，你要玫瑰金有玫瑰金款。重点是你今天不管你选择套组一二三，你带回去的都是 Two Years Warranty 两年的保证期。到底保证些什么呢？来看一下哈，哎，一百五十九令吉，我竟然保证啊，18K 镀金退色。如果退色的话，我们会帮你保家。再来，如果你的水晶纯是华洛世奇水晶或者是苏联钻掉落的话，我们都免费帮你补回去。这样够大方、够体贴了吧？是的，没错。所以呢，妈妈们，你有多久没有买首饰给自己了呢？今天真的要看过来三个套组哦。第一个套组就是白金系列的永恒之星。第二个套组呢，就是我们的玫瑰金系列的永恒之星。那第三个套组呢，就是我们的 Petit Ruban 小蝴蝶结的这个系列。那三个套组都非常非常好看的。是的，女人们就应该好好的疼爱自己。你不疼爱自己的话，也没有人会怎样，就是去爱护你嘛，对不对？那如果呢，你是男士，你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赶快把它带回家，送给你老婆，老婆我爱你；送给你女朋友，请好好努力的工作。我一直都陪在你的身边，就那样的简单。159令吉你是看得到东西的哈，好不好？所以再一次强调，各位朋友立马拨打我们的热线哦，18001808088，或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99WOW秀来抢购吧。天天精彩，天天 WOW。